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。本期游戏视频，逃离塔科夫，这把落地胶带钥匙房。刚试完胶带钥匙房，显恩卡房墙外的 Scarf 检查站就有人在打。队友架着缺口，我从远处偷袭这个玩家。看到了。这个老铁还在瞄我，操作太下饭了，我还以为是 Scarf 呢。这四玩家，我操！来跑！不是。显卡房队友楼下来人了，外部支援一波。杀延迟了，这个兄弟枪马的就不弹了，一枪没打中我。我在显卡房。外面人也在，你看得到的。队友说 Scarf 检查站有个 AI 打不到，让我来。打一下。啊！场面一度尴尬，瞬间打脸。第二把游戏，我和队友又来到检查站了。这里刚才有两个狙击手的身影，可以半路打劫一波。看到了，我靠！我准备打他的，他后面的队友给我来了一枪。扔个雷，又被打中一枪。这两个老铁的狙这么准的吗？打个药。OK， 起身看一眼。打中胸腔或者左臂了，完了，我这状态再来一枪我就没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现在的位置打不到，在这里架一会儿，他可能要贴脸狙我。近战的话，我赢的几率比较大。做个手术。这个兄弟一直不冲我，给我足够的时间回复，直接冲到树林里去，这样对手视野不好，狙击我没优势，我可以直接拉着他近点突突他，干掉一个，现在就剩一个了，这个人在队友那儿，看一眼，看到了，啊，对不过，对不过，这两个人狙击水平太高了，不能和他们对狙。这个时候我让队友去袭击他，我直接压过去包夹。老弟你没了，干掉了，终于呀、啊！这两个人打的狙不是很好，但是打得很准，一直打我，一直打不死，老折磨王了，去把第一个敌人的包舔了。我他妈要包飞车了。有老六，我快狙击了，他肯定要冲我，天脸王是打头就能反杀。Nice， MP7 你也敢冲？不知道这把枪是版本之王吗？你有小的磁血风带吗？现在我的队友在小流血，但是我们俩药都打完了，本以为队友是没救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游戏突然要更新，对局会在四分钟后强制结束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一幕。十字路口拖车停了的，我去你妈头的！我他妈坐飞机过去的吗？我操！还有一分钟，撑住啊！你是最棒的特种毛子，快点撑住！啊！哇，亚美红，亚美红！快快快快快，撑住撑住！你是最棒的毛子，来吧，仰天开枪！必死状态，还有十秒，大哥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呀妹妹接不住，好的好的 man， 感谢上帝，这波无人狂怒消息我了。那么本期游戏视频差不多就到这了，我是七月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